大家兄弟一场，以后一起发达。嗯，我们一起敬阿健，来干！飞哥，这什么意思？ 阿健，心理素质多好，一点都不慌。飞哥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有什么好慌的？可是我有一笔账对不上了。你做事一贯谨慎，可是这个月你要了这么多的货，听马皮说，那批货在你手上消失了。 两种可能：一，你发了财；二，你是警察派来的二五仔。我阿飞从来不相信什么天降横财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。飞哥，我也不相信什么天降横财，但我绝对不是二五仔。 应该早就听说过，背叛我的人是什么下场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叛徒。飞哥，货都是我要的，既然我要了，我欧小健全部都会卖出去。好啊。 那你给我讲讲，你是怎么把货卖出去的？来，继续吃东西。 兄弟里面，我最看好你。好好跟着我，将来一定有前途。谢谢飞哥，别让我失望。刚刚。 谢谢你啊！我早就猜到是你了。我没有办法嘛，我也是着急啊。你知道，飞哥他的手段，你放心，货钱呢我明天补给你，加倍补给你。我过来。啊！这样就2000万。 小健，跟我一起，以后你就是我兄弟了啊！来，哦，小健回来了。哎，在干什么呢？哦，奶奶在对货单。啊，我们进的货。哎，啊，今天几号了？7月5号。7月5号，你快去进一些。 二笔铅笔和风清啊！哎呦，忘了，快去！哎，我的扇子！哦，奶奶，我走了。小健啊，我看你对赶货铺的生意挺上心的，有没有考虑回来做呀？奶奶现在年岁大了，有些撑不住了。 奶奶，
过一阵子，我就把修车厂的工作辞了。好啊！哎呦，那里很乱，奶奶很不喜欢你去。真的辞了？嗯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奶奶。嗯。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北京？去北京？你是不是又犯什么事了？啊？为什么离开广州啊？这可是我们的家呀！哎，不是，奶奶，坐。我有个朋友，帮我在北京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。我想说，在北京。先沉淀两年，然后再回广州。哎呦，乖仔呀，奶奶就是想你能平平安安就好。平时你的苦。都是自己受，奶奶怕你撑不住。奶奶，我挺好的。你就跟我一起去北京吧，店里的事情交给大胖就行了。知道，你放心不下奶奶。不过，哎呀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就在这儿守着，你呀，放心的去闯。奶奶等你回来，啊。奶奶，准考这么多代考了，考试的时候就三点钟，不慌不忙，不急不躁。儿子，来把鸡蛋带上。儿子，人是铁是饭是钢啊。好，好，就把它吃了啊。你慌什么？万事心态最重要。来，考试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好好考。记住了啊，想不出问题的时候用风油精，着急的时候用扇子。不要有任何压力，大不了回来咱们继承你爸的工厂，是不是啊？要迟到了，这个不能带。啊，快点快点啊！那走啊，哥加油，哥加油，加油！别紧张啊，不紧张。加油！1985年是一个见证奇迹的年份，而我们也希望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。来吧，把答案拿出来对一下。对一下，对一下。我们先对数学吧。第一题其实是一个多选题啊，怎么会是多选？那选什么呀？选 B、C。
没事儿，两份，大人收得起。算算。第三题 C。第四题是 B 是吗？第四题是 A B C。没关系，好。不上大学了。答案都在这儿，你们自己对吧？四张，自己对。多少件？考完了。嗯，我想。你先说。我想说，我们之前的约定。你不会反悔吧？你答应过不会骗我。不是，我想说，你说的话还算不算数？算，当然算。我还有事，我等会儿回来找你。奶奶，我出门了。北京见。怎么了？他们两个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，所以不对了。嗯，那我先回家吃饭了。我也回去吃饭。好好，要不你把这些拿回去吧，你也回去吃饭，拿回去对。可以了？当然可以了，我记这些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对答案的。谢谢啊。你也回家。好嘞。好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走吧，走了，拜拜。目标啊，这是投资，两千块哎，两千块啊！你别再说了，我是看着欧奶奶她那个干货铺要扩张了，欧奶奶身体不好，又没有精力，我想我要是有足够的钱，就把她那个早餐铺给她盘过来嘛，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钱给要回来。这是隔壁那个陈姐介绍的，她说这个人叫阿田，之前都是好好的，谁想到这一次？这一次，你以前还干过这种事情啊？哎呀，这是正常投资嘛，之前赚都赚少，反正都赚了，哪想到这一次是这样子？都赚了，你这次亏的连本儿都没了。哎呦，不是，你从小你就教育我们，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，怎么到现在？你自己才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什么低级错误啊？
大人的事儿你少管。我不管，钱都被你造没了。哎呀，你就别再说了。等着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把钱给你要回来。怎么，不敢打了？怕丢华哥面子？把嘴闭上。五万。哎，五，一炮双响。什么呀？哎呀，又多一杠啊！都记上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小金，认识这样的靓女，也不跟兄弟们介绍一下。你就是阿田。是我，靓女，找我有什么好事？把骗我妈的钱还给我。妈是谁？牛子兰。哦，可当时她投标的时候，我也没拿枪逼着她投呀。你在合同上动了手脚，你就是骗。这事我来处理，先回去吧。哎呀，打牌啊！你信不信我报公安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今天你就出不去。他不会报公安的。小健啊，规矩你知道，我没为难他。我说了，他不会报公安。你聋啊？打牌，你过来。欧小倩，放开！多少钱？我先给你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放镖是非法的事情，我找他们要回来合情合理。他们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人，你要得回来吗？那世界上总有讲道理的立法，我去报公安。放镖犯法，投标就合法吗？把牛一起抓进去怎么办？这事我来处理，你别管了，先回去。喂，搞什么？多少钱？什么多少钱啊？我问你多少钱？啊，刚才那个。两千，那是他们家所有家当，知道吗？这又不怪我喽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，愿打愿挨啊！把钱给我吐出来！啊？别让我看到你在马鞍街放镖，听到没？小小，小小，干什么？过来。你怎么要回来的？我有我的办法。拿着吧。拿着，我走了。哎，欧小健，谢谢。小小，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？
我一直都在给你时间。把钱给牛姨，我走了。小剑哥虽然和往常一样，总是来去匆匆，但出现在赶活铺的时间好像渐渐多了起来。我对小剑哥最近的事情感到好奇，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显然会夺去我全部的注意力。我们的高考成绩终于下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我万一没考上怎么办？好好好，我要是没考上，我下面人都是汗，擦擦。你现在想这些也没有用，大不了你复读。复读？我不想复读。哎，你把手套都弄脏了。都在啦，走啊。这么热？哎呦喂，干什么？十个多，十个字。堆满了。走。走。拆开看看。怎么样，考得不好啊？啊！我们学校要出状元了。这可是可以上北大的成绩啊！是啊，这是五年来我们学校高考取得最好的成绩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这就是当年我的眼光好啊，把马小小留在他们育才中学栽培。校长，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栽培。拍个照吧。高中三年，换了100根笔芯，看了300本书，考了500场试，做了1400套卷子，学习时间4000个小时，上了6000节课，熬过夜，起过早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即将拉开帷幕。下巴掉就掉了，今天开心吗？妈，隔壁普通高考分数线还高1分呢，我可以去北京的大学了。哎呀，我的儿子，你好贵呀！东东啊，你太好了，儿子，你是爸妈的骄傲，来呀，妈亲一个。来吃饭啊！我们好好很快也是大学生了，好事呀！恭喜恭喜啊！改天我一定来啊！好的呀，好的呀。大闺女，你可真棒啊！我听说你文科全省第三名。你知道过去那叫什么吗？探花。女孩子啊，可以优秀，但是啊，不能太冒尖儿。妈，我冒尖还错了？不是错不错的问题。你想想啊，你起点那么高，人家都在这样看你，将来哪个男孩子敢找你啊？小小为我们老马家争光了。
我决定，晚饭吃得好的，走上街买菜去。不用了，家里什么都有。那能一样吗？爸，不用了。王大达，跟我回房间，我把复习资料都给你。啊！我什么都没说呀，他急什么呀？你们看这是什么？你们看这是啥？啊！啊！这是我爸送我的礼物。我有个提议，我们去越秀公园拍张照吧。好啊！好啊！你为什么突然提议大家去合拍吗？我想跟小小有张合照。啊！你要和谁的合照？我是说，我们成绩既然下来了，我想有一张跟大家的合照作为纪念的。对，那我也要和好好多拍几张，张一张。我要跟小小照。王姐，哎，小健哥，小健哥，小健哥，你看我的新相机。我妈还给我买了个放大机，以后再也不用问你借了。这个不错啊。你们考的怎么样？我们都过线了。东东提议去越秀公园庆祝一下。啊。你忙吗？你要不忙，一起啊。好啊。那我们一起去啊。啊。我姐庆祝吗？给我夹这么多菜干嘛？你姐高考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你手里了，你要努力啊！哎呦，多吃点啊！高考辛苦了啊，考得这么好，大闺女多吃。爸，我不辛苦，你也多吃点。我跟你讲，小小，等你去北京念书，再想吃爸爸妈妈做的菜，那就不容易了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啊，好了。你瞧你这身体，从明天开始你给我锻炼一下啊。哎妈，最近不是想把早餐店盘下来？我们现在合同都签好了，过两天我就去申请个体户的营业执照。说起盘这个早餐店啊，我觉得你妈妈一定能搞好，因为妈妈能算计啊。精明，我做的还好吃呢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亏了小小，
把你放表钱给要回来。其实是小健，哎，小健这孩子开始变好了。是吗？嗯，我听欧奶奶说，他已经把修车厂那个工作都辞了。真的假的？欧奶奶听到这消息，你不知道她有多高兴啊。因为他一直觉得那个修车厂是鱼目混杂的地方，不安全。欧奶奶还跟我说啊，那个港货店现在不是扩大成小香港了吗？那都是小健做的。嗯，小健哥还说过几天小香港开业，叫我们去玩呢。看来这孩子是要走正路了啊。好，挺好。你听说了吗？我们学校被人举报，有人高考作弊。作弊？哪个班的？文科班总考第一的那个班长。现在有人举报他高考作弊，举报信直接寄到教务处了。我天哪，他完蛋！谁这么大胆敢作弊啊？文科第一，是马小小。有人把你高考作弊的举报信寄到学校来了。高考作弊？学校教务处决定取消你报考志愿的资格。你现在必须全力配合调查，如果报考志愿前你不能证明你的清白，你今年的高考成绩就作废了，并且有可能三年内不准参加高考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没有作弊，我怎么可能作弊？老师，你要相信我。老师相信你没有用，证据摆在眼前，所以你必须尽快找到能证明你清白的证据送到教务处。什么？高考作弊？这是栽赃，这是陷害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也很意外，还很气愤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吧？肯定是有人要陷害小小。哎，小小，冷静点。小小，你知道了吧？全学校都在传你高考作弊。我已经知道了。谁干的呀？姓是匿名的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实在想不出是谁。而且他还有什么所谓的证据？我知道哪个阿斗打死他。刚才还说冷静呢，你别冲动。没事，现在学校在调查呢，等结果就好了。反正我没做。